记住，我已经看到来自咱高雄，要听到，要叫咱的吴同志来给咱宣扬着咱文武艺的，以及着咱坐坐中心都带着好朋友哦，诚心诚恳，隆重来到咱的北港调提交，来给咱参与着咱一年一度我们的朝圣盛会。那么再一次。请你来祈求，祈求着咱天上圣母。